Hello， 我是查米，我是梨子。上次嘛，就是搞到了这个，是什么？就是小穴杆，不是万穴杆。万穴杆，对，它的杆身就是没那么长啊，然后用沉底的方式，敲底的方式，然后挂什么？挂抽刀鱼。那这次的话，我就要来就是测试万穴杆 ，Test Two， OK， Let Go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找穴，其实你觉得哪个穴比较美？我觉得右边那个穴蛮不错的、啊。这个吗？对啊。马上测试看看。太浅了。太浅了、啊。那你用前面的穴啊，那这边穴是比较深的。怎么了？有感觉吗？那、啊、这个穴不灵了吗？很棒，你知道这边的穴吗？对、啊，你那边也好多穴、啊。这个啊，这边好，好 ，OK， 这里。我看到这个穴，我就是感觉我快被吸进去的那种感觉。真假的？对啊，你看这个穴，你不觉得有种，这好迷幻哦，很吸引人的感觉吗？哦，这有深哦，是不是？我跳看穴的眼光很准，会有一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吸进去啊！对哦哦，有没有？哦，真是！哇，输呀！哇，我真的是太会挑穴了。马上一只小石斑，我们把它解封。正吃哦！哎呀，好了，回去喽。有没有？不觉得我不是在空口说白话吗？我说这个穴有鱼，这个穴就有鱼。你过来是找穴的男生。好吧，我们再来。那我们这次的时候，我们要找第二个穴。我觉得这个穴可以继续探索啊。这个穴应该有怪物吗？对，我觉得有。哦哦，美化哇哇！没有，是鱼。哦哦，被吃掉了。是，还有，你们感受到这个穴的魔力？那我们这次再换深一点的穴，我们去那边啊，那个后面他说那边比较深一点。好，我们要换一个穴，看一下哪个穴。是前面的三种，不然就先掉这个。鼻子，你听。听到什么？海浪的声音啊！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海哭的声音。听到了吗？他哭什么？鼻子。看，不要哭我，看我鼻子好。鼻子。哦哦，哭一哭小鱼了，哇，大石斑，哇，哭的真的蛮有用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海扇男儿。好扯哦，厉害吧？一刀未剪，海哭的声音就会钓到鱼。感谢你，阿妹。这是要听什么声音？没有，我还没听到。没听到这？刚是真的听到了。这吃我吃我！每个人都在夏日小搞搞，我们搞什么？搞穴钓，一气呵成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去解释。夏日小搞搞，我们搞什么？穴钓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穴钓竿，它比一般的竿子短一点点。卷线器，两线请下来都可以。然后之后配这个，这个线组呢，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可能会自己 DIY。对，反正夏天现在还很长。那原则上呢，就会把整个的穴钓，然后呈现给各位。OK， 梨子兴不兴奋？超兴奋！我也兴奋起来了。OK， 自己讲的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兴奋的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学这个我觉得很兴奋，很开心啊。哦，你说学穴钓是不是？不，你在笑什么？对啊，学穴钓是蛮兴奋的、啊。对啊，你被挖洞好不好？没有挖洞。那就这样子啊。拜拜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，和我们一起钓鱼吧。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，请记得寄信到我们信箱。